亲爱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老三，来欢迎大家收看今天的节目。今天的节目，咱继续来了解亚里米这个先知，伊迄个时代所传说，在上帝要叫伊讲的话语，到底呢对当时的社会产生了什么款的影响呢？亚里米呢，伊提出一个足重要的一个重点啦。迄个重点就是讲，以色列人应用其他的神来代替真神。这是因所犯的足大足大一个错误，亲爱朋友，这个观念真甲咱现代社会符合。咱现代社会呢，都是真爱用一个无效的物件代替一个有效的物件，用假来代替真的。比如讲，用选择来代替爱情。比如讲，用金钱来代替亲情，咱常常犯这种错误。啊，老毕老母真无用，安尼变喏，啊，我紧，吼，我摕足侪钱吼，来买红阿咪，互阮囝来算就好啊。当阮囝算足侪红阿咪的时候，伊就知影讲我足爱伊的，这叫做代替啦。这种代替敢有效？无效啦。迄、那个亲情是袂当代替一个，听好无？所以如果呐足侪观众朋友吼，你若犯这个错误吼，哦。真正你要想起先知对百姓所讲的这些话语，咱就要来悔改了。阿嬷嘛是安尼啊，哦，用我买物件来代替两个人的爱情，迄拢是错误。但是咱吼，因为太无用了，无用之下只有找一个物件来代替，迄、那个结局拢是足悲惨的。所以有一摆，有一个人伊伫国外咧留学，这是一个真实的故事。伊讲每一年啦吼，伊学期要结束时，拢做一件代志，啥物代志呢？伊一定会招一个朋友讲，行，创啥？将学校的门啦、窗啦或者玻璃吼，拢啊讲破。为啥物？讲破，学校那门讲我用的，啊我赔，讲破，讲这换新的啦，来我来讲破，叫学校装换新的，笑的。到底为什么做这个代志呢？伊讲，因为伊只有做这个行动，因学校才会寄一张孝单寄予伊的老爸老母。伊讲，因老爸老母足好个呀，足好个，但是真无用。自细汉都摕足侪钱予伊开，啊，送去国外，哦，你去遐读书安尼。伊讲，自细汉到大汉，因老爸老母予伊足侪钱的。因老爸老母要回知影讲，足疼伊个，好个到啥物程度呢？迄伫国外咧读书呢，讲有一只家己个船啦、啊、游艇啦、啊，迄一只吼，敢若咱台湾钱就千几万呢。好个到即个程度，你敢知？伊讲，但是，那有较怎？我足切阮老爸老母个，伊虽然我遮济钱，但是我感觉因拢无爱我，因拢无关心我，敢若摕钱互我开尔。哦、我足生气，所以逐摆人个学期要结束的时候，拢将学校的玻璃攻破了了，啊，学校才将这个孝单寄去给因老爸老母。伊讲只有这种方式，才会当提醒讲，因还阁有一个囝伫国外。你看有悲哀无啦？迄个大好业人，迄个悲哀吼，真正咱就一般的老百姓体会袂到的啦。竟然有人这么变态！只不过因为因兜太好个，好个，甲伊感觉因老爸老母根本都无听伊，哪会安尼代替？因为伊用错误个物件代替，亲情是无法度通代替啦，爱情是无法度通代替啦。你讲我用一粒手指，吼、哦，这怎么几克拉？迄种选手个来送予伊，伊就会体会到我有爱，无影啦。但都有当时啊，阿公婆。在一个很困难的环境中，两个人可以动心，可以来讲话，那个爱虽然没有这些物质，但是那个爱是很坚定的。好像在台湾的天赛这个系列，这样老三有报道很多台湾的宣教师，那个人老三有钱没钱，那个人有钱也都 拿出来管，拿出来援助这些病人，虽然这么散，但是那个人晚上要睡的时候想到说他们自己所做的事情，今天他这么无用，做足侪代志，
想到了安尼带着笑容来困去，这种的痛是物质无法度通来代替啦。所以咱大家来思考，是不是咱犯了这个错误？咱用其他的物件代替啊？咱用假神来代替真正的神？因为真正的神要带予咱的，不是跟他讲短暂的平安，不是跟他讲，让你会当好业，让你顺利，让恁囝考条好的学校，啊，让恁查某囝嫁到足好的一个翁。迄拢一时的尔啦，迄拢一时的尔。真正的神是要修饰予咱的生命一个价值，让你感觉做人有够好。结果咱看到这个时代，足侪人拢用假物件来代替真神啦。最近嗰个流行啥呢？讲流行迄个什么色彩啦，哦，较早算命就已经真牛啊哦，哦，讲你的命就是安怎安怎安怎，这么更加牛呢？哦，流行即个讲穿衫配色改变你的命运，哇、哦！大家讲，这个唔捌听过，啊，底下听个一讲一讲个呢，听个呢，哦，个动作真个咧，迄阵咧听起来足好笑的，哦，迄用一个假物件去代替真呢，哦，咱人爱靠家己努力，你干那靠你个啥物衫个色彩，讲哦，这穿衫会当改变伊的这个忧郁症，哦，穿衫改变伊未来的命运，讲某某人某某主持人。自从接受我的建议，哦，以前穿衫拢穿了唔对色彩，自从即马穿了正确的色彩了，哦，后来事业一个足大一个转变安尼，啊，讲到嘴角全部咱是听个真爱笑，但是我相信有足多人相信这种物件，相信这种物件，各位人观众啊，可以讲，哎、欸，啊，我拢穿制服呢，啊，我公司拢敢规定穿制服呢，啊，你讲的迄个什么色彩，我都无法度通穿咧，哦，你讲我这种个性的人都爱穿什么色，啊，问题我公司拢规定穿制服，安尼要安怎？伊甲印山，伊也袂用的是，我就想到啊，咱坦白讲啦，虽然我唔是啥物色彩专家啦，伊也袂用哦、喔，人喺考验当来哦、喔，安尼主持唔得讲，安尼这个问题，咱来请教咱这个吼某某大师安尼，伊都也袂讲了哟，我心中就在想啊，嗯，啊外口袂当穿红，你说要来啥穿红的？果然无错，伊回答甲我一模一样，哇、哦，你看我咧真牛呢，啊，伊也袂用了，我就想到啊，伊就甲回答啊，啊，无要紧啦，哦，咱外口的色彩看袂到，不要紧，哦，因为吼、哦。咱那个内衫内裤来穿咱这个吼，会红诶，和咱这个吼树叶会断诶，会断歪诶吼，会当发起来。迄款诶色吼，穿咧内衫裤吼，更加爱底下去讲诶，因为咱内裤迄个位，就是咱一个人力量诶来源吼。咱内衫迄个所在，就是咱诶什么什么弯骨啊，这听干只听袂着，听干怎个存在？迄生理随好累累嘛，迄真正拢随在伊讲诶啦。迄落实在坦白讲啦，咱若卖来讲。咱这伫这个 Good TV 咧做这个节目吼，咱出去外面哦，真正那个那靠一支嘴尔吼，啊那个钻落去吼，钻个人安尼我足相信的咧。迄个随才你讲嘛，你只要家己刚讲出一个道理吼，都是有人会开始相信嘛。哦，那个人就足奇怪哦，假物件一定都是有人会买。啊那无钱啊，就是金光党哦，用假钱共骗到真的钱。迄个真正有假物件，伊做个比你真的佫较像。那真的物件，我凡事也无只金，那假的做干呢金丝丝啊呢，干呢引诱，哦，所以圣经里面亚利米就讲啊，这个亚利米讲，你用假神来代替真的神，你敢会得到真正的平安？麦你啊自我欺骗啊啦，哦，啊真正来拜这个真的神啦，所以亚利米看到伊的百姓所做，而且行为，真正心中足伤心的啦，足伤心的啦。感觉这种的信仰吼，无意思啦，真正无意思啦。哦，干那来教的底下坐坐咧唱诗歌呢啊，嗯啊，登记了做啥物代志？因为圣经里面有讲，上帝特别个责备，讲吼，恁对上帝的无忠心，这种个性，这种不忠的个性，我哪会反映在恁的婚姻啊？所以果然，在因迄个时代，确确实实有真济真济男女无性格的代志来发生。今日这个时代有无？当然嘛是有啊。足侪人去教会咧做礼拜，哦，唱诗歌举手啊，敬拜赞美，哦，主啊，哦，迄恶是头一个摇，哦，45°，哦，安尼啊，结果咧，散会了后转去，分外情啊，啊，分外情你也会改无？有啦，上帝原谅我，哦，啊，后礼拜日来个教会嘛，哦，啊嘛是继续来。咱讲这个话，唔是咧讲咱家己拢未犯这个错误，但是咱是爱，咱做人爱有一个诚意，对就是对，唔对就是唔对，
哦，咱来指出这个罪恶的所在。香港有一个足出名的牧师，姓杨，叫杨牧谷，哦，杨牧谷这个牧师，有一摆呢，在香港发表一篇文章，咧讲到性的陷阱，就是咧讲啊，咱足些人不知不觉之间呢，拢已经踏入了这个两性之间足无性格的这个陷阱。啊，可能吼、哦、文章写了完啦，真严厉的批判。后来呢，有另外一个牧师回复予伊，迄条回写啥呢？我写讲，伊牧师啊，你讲的拢对，但是吼、哦，你未免吼批判了伤过厉害啦。你敢无想到讲，万一若有一日你家己犯了这个罪，要安怎？哦，这个牧师收到这条回复呢，讲哦，真正分气啊！吼、哦，对方的好意真感谢，但是伊就感受到讲，这个时代是一个是非不明的时代。足侪人咧讲的是，拢真保留，因为惊讲有一日家己万一若做唔对，安尼咱不如都拢卖讲。迄若照安尼讲起来吼，牧师拢唔免讲道啊。一个牧师伫台顶讲，兄弟姊妹，咱都要对咱的婚姻都要忠诚，哦，一定都爱。伊唔敢讲，因为万一若有一日伊家己的婚姻如果若发生问题，伊都要面子去啊。安尼一个牧师是唔是嘛卖去讲啥物？兄弟姊妹，咱若袂当贪污。嘛袂当讲啊，因为万一若有一日这个牧师软弱，将教会会友奉献的钱摕来第二粒底下，安尼要安怎？我所以，那照安尼讲，无一个牧师敢讲道理啊，因为咱拢是圣人嘛，咱每一个人拢有可能唔知影多一日去犯错误去啊。我想吼，咱来了解，这个世间的真理就是真理，你无讲伊也是真理。袂当因为讲咱做袂到，咱怎唔敢讲对唔对的代志？咱一定爱将对的代志爱讲予咱遮个会友大家知影，这是咱的责任嘛。所以亚利米就是一种个性，所以亚利米责备当时遮罪恶。想想咧，今日去台湾的教会，世界各地的教会嘛是安尼啦，犯足侪这种错误，就是因为咱吼对罪吼伤过放松啦。所以后这个会友的婚外情，后这个牧师甲信徒谈恋爱，甚至红过，还有足济足济其他的代志，拢发生伫咱这个时代。所以咱要安怎样面对这个时代的罪恶？我想只有一个立场，就甲亚利米同款，就是咱来坚持对，就是对。虽然我有其实冇可能犯这个错误，但是我知影讲，唔是因为我卖犯，我就将这个罪恶讲会较轻咧。连其他我若犯的是我吼，较未正，也无民主，这绝对是一种逃避的心理啦吼。爱勇敢，对就是对哦。啊，万一若做唔对咧，就承认讲我有失败吼，安尼才是一个真理啦。好，后来安尼咱这段呢休困一下，等下了呢，咱继续来看看到底这个亚利米，也佮对咱们其他的代志呢，也非常的愤慨。欢迎回来老三的节目吼，哎，咱咧讲亚利米的故事时阵，和你感觉甲这个时代有真密切的关系呢。所以若是无安尼解说出来吼，咱大家想讲啊，这圣经甲咱无啥物关系吼，无讲你都唔捌，讲甲你捌，嘴手都拍结。这真正是圣经记载甲时代密切的关系，咱记一个咧。亚利米所讲，上帝对伊百姓一种关系，是一种敢若亲像爱情。敢那亲像亲情，你若了解信用是安尼，我问你一个问题：香港1997年，当这个大陆要将香港要收倒转去的时阵，一个基督徒要安怎？一个基督徒是敢留伫遐，还是要紧嘞紧走？实际上的情形就是，当迄个时阵。1997年这个代志特别发生的时阵，香港有真侪牧师，也个真侪即个教会内面足重要的人，拢赶紧啊，都来移民走去啊。安尼讲，哪像是咧责备吼？其实唔是咧责备，乃是咧讲，上帝难道未感动人留落来伫迄个所在继续传扬福音吗？
我想你若对亚利米书的角度来看，亚利米书里面的那个上帝是一个坚持到底的上帝，用婚姻用爱情来比如上帝跟人的关系。因为那爱情是一开始的时候有一个很甜蜜的时期，但是慢慢久了之后，我们的爱情慢慢越来越没味气了。但是真正爱情不是这样，真正爱情是可以延续下去的。所以上帝要透过亚利米表达一个观念，就是一个世间真正的神是疼人疼到底，不是跟他说教会如果兴隆的时候跟上帝的关系就很好，等到有问题的时候教会就慢慢就没力气了。这样只不过显出教会是破病的教会，显出这个教会在真爱这件事上有软弱，我们会惊那个爱的里面，照你说是无惊的。所以约翰尼斯也说爱的里面是无惊，爱若完全会将这个惊来提掉。那个老母啊，是安怎在车塞到这么近的这个马路顶管会当冲出去抱因囝？为什么？爱，有爱的时阵就无惊，有爱的时阵赢过这一切。那无爱，只有关系会惊。什么叫做跟他有爱无关系？就是啊，跟他有关系无爱，就是意思讲，你是老母啊，你若无去阿舅，伊甲伊之间都无感情，跟他有迄个关系尔。对啊，我是因老母啊，因为我是因老母，所以伊要车龙是叫我去阿舅。那无爱，伊根本伊嘛无爱啊。好、哦，一个信徒甲上帝嘛是安尼，咱甲上帝之间若无迄个真正迄个爱伫咧，跟他讲哦，伊是神啊，我基督教徒，跟他有这个关系，却无迄个真正的爱。那到有一日要出代志的时，要叫你真正为上帝做工，敢有可能？无可能啦！哦，关系都袂当做崩解啊！但我要定这个关系要创啥？只不过因为我是一个基督教徒，我都要用廿几关，我读个歹去咧，无爱啊！所以在这个紧急的关头，我迄个关系我无要定啊啦，关系会当放散啦。但是真正的爱是无可能的，真正的爱。是你用任何的逼迫，用任何的困难，拢无法度将伊来分开的。所以历史上有真济艺术、音乐，都是拢咧俄罗斯种真正的爱。啊，所以咧像咱过去咧中国的叫做梁山伯与祝英台啊，伊讲阮这种爱是爱甲，若死去了，要阁继续甲爱落去。无任何的困难会当互这个男女来分开，哇，咱就看得足感动的。因为真爱本来就是未受环境的影响。哦、所以来，你若对亚利米书所提出这个观念，上帝跟人之间的关系是种真爱的关系者。咱来看香港1997年要拄到大陆要来接收的时，我相信伊若对这个土地若真正有爱，伊袂走，好、哦，伊袂走，哦。但是咱唔是讲，事后你才咧讲，讲啊，你都迄走的拢惊死的，来走都安怎安怎？迄唔是咱底下呢？哎，咱啊，底下咱咧要做什么决定？每当我台湾底下咧看，看讲，因为1997收回是香港，不是台湾啊啦。咱就他妈骂讲啊，香港的人拢无爱国，啊无安尼啦，咱记一个咧啦。那如果呐，中国大陆，即嘛讲要收回台湾，伊呐用安尼讲，你的立场是啥物？咱是要走，还是要留？我想这都看出咱有是不是有听这个土地。啊，当然不是在比看什么人较疼这个土地啦，不是这个意思，而是在讲一个会留在这的人，必定是因为他对这个土地有足深的感情。好、哦，一个会走的人，可能就是伊较惊，伊较惊，啊，嘛有可能伊家己判断，伊认为讲无值得留在这个所在，所以这个人的想法无同款。好、哦，啊，虽然通常拢是安尼啦，吼，就是讲要走的吼，无要紧，你让伊走，你无伊，你莫让伊惊过留在这。好、哦，啊啦。走的人，哦，咱也莫去讲批评留伫遮的人念头，咱留伫遮的人也莫去讲批评讲遮走的人无胆，迄拢无意思啊，迄拢无意思，哦，家己咧骂家己哪有意思，无必要啊。咱尊重每一个人所做的一个决定，只不过我就是用这个亚利米书，咱来比较这个现代化咱所发生的代志的时阵。你也体会到讲哦，原来圣经讲跟咱现代社会拢有关系。因为亚利米书里面所表达的，就是上帝是一个未夺走的，上帝是一个伊未放下这个土地的上帝。所以你放心，
上帝必定会感动人，继续留在这个土地来为上帝做见证，就算是死，就算是为上帝牺牲的生命，我相信伊会真平安。哦，咱如果咱也无这个领受，咱的囝人你唔好强留，你留伫遮当遮错西错球吼，无卡错。哦，咱若尽量，咱若感觉会惊无要紧，你会惊，你就承认讲我是会惊，咱来离开，迄个咱的选择。但是我是要讲，上帝疼一个土地，必定会留下人愿意为这个土地，哦，在这个所在尽忠，甚至牺牲伊的生命，好亲像啥物人，像亚利米啊，就敢那亲像亚利米。所以亚利米的一生，互人佩服，就是讲，伊并不是看现实来决定伊要讲啥物话，伊也无这个西瓜话大饼这个现象拢无，已经坚持伊的立场。虽然伊讲的拢无好话，但是伊实实在在疼这个土地的人。伊实实在在是疼犹太国的人，所以到最后，伊愿意为着这个土地牺牲伊的生命。伊感觉讲安尼是有价值的，因为伊是真心疼这个所在，所以咱足感动啊！哦，这就是亚利米这个神的使人佩服的所在啊！唔盲讲透过这个解说，大家感受到讲读圣经是甲咱即卖生活是有密切的关系。好了，亚利米所的故事安怎发展？会记得后一集继续收看老三的节目，多谢。哎，老目屎的神弟，若要讲老目屎，我小老三英勇的过去也是有真多，予人老目屎的故事啊。什么啊？我是有听到了无啊？啥会叫做营养的过去？哈、啊，你是以前拢食正肥正正大块叫做营养哟？不是啦，哎，勇敢啦，英勇的故事啦。哦，我想讲食了物件食到足营养足青草，什么叫做营养？哦，足勇敢的过去就对啦。哈、啊，啊，小老三，你是要讲什么？谈落来告诉我哟。我你哪会知？啊，我跟你讲。世间最使人流目屎，就是感情的挫折。我来想起我过去生命中足侪重要的女性，因结婚的时阵，新郎拢唔是我，安怎？足伤心的哟、哦！唔是我就真欢喜哦，加在新郎唔是我，嘿，我跟你讲，你捌听西洋人讲一句话哦，啊，讲。一个查甫人，如果那娶了唔对某，啊呐，比死较痛苦，哟，唔是。这句话讲，一个查甫人如果那娶了唔对某，那安尼，第一个也就无啥物可怕咯。哈哈，等下，你这句话讲一摆，算什么物件？一个查甫人。如果那娶了唔对某，就算地狱也已经无虾米可怕咯。啊，意思讲，一个查甫人那娶了唔对某，比地狱更加痛苦的对。本来就是啊，人生最悲哀，就是找无一个知己啊。所以过去我女朋友交真多，但是新郎唔是我啊，真好。代表我的眼光真高，哎，卖他妈臭屁！是代表你其他遐找起来的眼光真高。现在啦，现在啦，非得就是讲呢，无做的是袂当勉强的啦，哈、啊，啊，袂当勉强都唔免一定爱做伙，吼、哦，所以唔好为着坚持两个人要做伙带来悲剧啊，人生目屎流袂了，无必要为这个代志搁再流目屎啦。实在讲，人生只系真勇敢，所以像亚利米啊，常常为个百姓咧流目屎，这条生命真罕见，真罕见啊！啊，小老三，你讲到重点，但是你讲这点，我就想到，我跟你讲，我感觉今麦你要找到一个会当为国家流目屎的人，已经真少啊，这条敢那古早较有尔。是啊，过去台湾也真出名一个人，为着国家甚至来烧死家己啊，当然。个人的政治立场拢无同款，但是伊这种精神绝对使人敬佩。
迄落精神即马遮少年啊无可能啊啦！你叫遮少年啊即马为着国家为着社会大众牺牲家己哦，买都没有，迄无可能个代志，真正无可能个代志。我感觉讲，即马人实在是比较自私啦，吼、哦，拢毋忙凡事为我好就好啦，吼、哦。啊，人我伤害到我的利益，我甲你告；伤害到我的利益，我甲你拼，拢嘛安尼。要像亚利比安尼吼，会晓为个百姓所犯的罪来流目屎，是足怀念的吼，怀念伊迄个时代，你会无？当然是会啊！我想咱所有的观众也拢真怀念迄种时代，就是咱每一个人愿意为着大我牺牲小我，无自私，这才是一个社会进步上主要的动力。如果每一个人拢敢若想着家己，袂晓为着社会悲哀，发生伫别人身躯顶的悲剧，咱感受袂到，安尼这个社会已经破病去了。无唔对，吼、哦！我想咱今日我大老三小老三直接呼吁，咱整个社会吼，应该为着这个别人的痛苦来流目屎，这叫做什么人之什么啊？我差点读到什么中文呢？啊，人之己知，人利己利。别人腰好亲像我的腰，别人饮食好亲像我饮食，一种痛苦感动心受，真正。小老三，你也出来选总统选过来，你出来选立委好啊，选民意代表，吼、哦！你这言论提倡咱整个台湾，恢复迄个精神，咱才有希望。所以咱啊，大家爱加往对个亚利米吼来学习，咱才有前途，吼、哦！好了，时间到了，吼、哦，各位，拜拜。亚利米的故事，明仔再讲咯，拜拜。